奶奶在爸爸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。他们去哪里了？他们，博弈，这东西就交给你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会上到关于在1980年爆发的僵尸病毒。这个病毒导致了约莫300人伤亡，是国人不堪回首的一段过去。为什么僵尸病毒会爆发？到底是天意还是人为？听说你喜欢男的，原来你喜欢玩屁股的，哈？如果没有错的话，爷爷也是在这一年死去的。到底这个病毒爆发的原因是什么？喂，上班的。研究僵尸，拿来一起看嘛。你给我放手！给我！啊！年轻人，怎么你们还在这里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问这里是？这个项链，什么？我们回到了1980。没有想到，那个人是你。为什么？